真的该走了，你不是还要赶飞机的吗？那我看你上去。你先走。好吧。走啦，走啦。念谦，你好像还是以前那样比较有吸引力。你现在有点粘人，就有点无聊。我走了，头也不回的。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